十分钟之内躲过搜索即可获得价值50万元的精选休闲用品组合。现在少年警探罗密欧以及女警花李静已经进入逃犯搜索区域喽。在他们进入的楼层里面，窝藏的第一名逃犯就是苏艾伦。看他头发上满了发卷，究竟苏艾伦要以什么劲爆的发型改变成怎样的装扮呢？ 这么大胆的伪装法，他能骗得了罗密欧吗？苏艾伦就躲藏在地图上所标示的位置，罗密欧会发现他吗？耶！哦，耶！哦，哇，确定就酷啊！哦，酷哦！哎，网状哎！你们现在找逃犯喽？怎么了？还是不找人？快点！ 转身上来，这酷不酷？你们带过男生的内裤对不对？来带一下，虎面人，是不是？好，这结束再来买啊，再来买啊，好走。 不好意思，找麻烦，找好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出发了。
虽然脸上点了颗痣，整个头也几乎被烫发剂遮住，但是素艾伦就是太低估罗密欧捉拿逃犯的能力，快回老德被捕的命运啊！顺利逮捕第一位逃犯的罗密欧，现在前往四楼继续搜索。在他们即将进入的楼层里面，窝藏有两名逃犯。首先是陈平，涂上白色油彩，勾画两条黑线，看起来像是僵尸的一张脸。陈平到底要伪装什么呢？ 陈平伪装的是现在最受欢迎的布偶玩具南方四剑客里的阿尼，只是卡通中的阿尼经常都是遭到必死的命运，陈平会不会和阿尼有相同的命运而遭到逮捕嘞？接下来的逃犯是黄建群，他脸上这么鲜明的油彩，又瞪着大眼睛，看起来就像钟馗一样吓人呐，他会伪装成什么东东嘞？ 伪装成服饰店货架上的帆布，的确不仔细看还很难辨识呢。以上两名逃犯就藏匿在地图上左标示的位置，罗密欧会发现他们吗？干嘛？干嘛脱衣服？哎，为什么不能脱衣服？晚上5分钟到就是要脱衣服啊！现在脱衣服。
现在崩坏神就在陈平的阵前方，看着他喜爱的阿尼布偶啊，陈平会不会就这样被逮捕了嘞？不会骂脏话。 很像哦，很辛苦，眼睛掉了，你们怎么会发现呢？很像哎，都没有动。
了不起，我刚在后面就是这样乱打。对呀，我一听到我就很怕你会打到这边来啊。了不起，我们每个人丢。然后就你就真的这样子，一个东西啪就往里头正中脸部。来不啦？来扣起来，扣起来喽！开始。花火开始。扣到这个陈慧明下班的时候。天哪，哎，他是最难找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啊 ，Go！果然伪装阿妮并没有给陈平带来好运啊，陈平的命运还是跟阿妮一样惨啊，最后还是被捉拿到案喽。哎，你又回来了，外婆。嗯，哦，对哦，哦，好吧。因为是小猪抓到逃犯的，所以二弟要拖一次。所以我不用拖了，对了，好，我们拖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。好的，走。今天这个游戏还蛮好玩的啊。我们找逃犯。我知道，我有看电视。有人在里面吗？说要找哪一个嘞？这边啊。对呀。有人啊？没有。麦蒂。不要跑哟！那边有。对。哒。还跟我玩呢，怎么的？抓，快点抓，看你要抓哪一个。每次我们接近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的音效，砰砰砰砰砰砰砰。那就后面画个圈圈这样啊。来，接走。今天换别的，换别招了，换这个了，放空，来吧，你先要怎么告诉我？来吧。我也是新人哦。你在叫你啊，你新人啊。金币钩哎，哦，金币钩了不起。所以你们要努力的找，把逃犯找出来，我们就出发了。自己叫呀。啊，你在一个一个拉好了，真的吗？我们现在是在，我们先往高，我们先往高处找，没错，看后面有线索，没错，他有可能躲在那个气球里面，也有可能躲在那个布后面，啊，是的，没错，这每一个东西都有可能的啊，对，发生的心是什么？丝毫不敢放过任何可疑场所的罗密欧，终于逮捕了黄建群。而在这一轮的搜索行动当中，由欧汉神捉拿到黄建群，罗志祥必须脱下身上的领带。在罗密欧两人捉拿逃犯的比赛中，现在比数是1-1啦。罗密欧现在向五楼展开搜索，在罗密欧进入的楼层里面藏匿了两名逃犯。第一位是罗百吉，涂上了半张脸的银色油彩，好像是机器人的装扮。究竟罗百吉今天要伪装成什么物件嘞？
伪装成摆电视的箱子是个不错的主意呀，只是罗百吉躲藏地点刚好都是商品特价，会不会反而容易让爱买特价商品的罗密欧发现呢？第二位逃犯是咪兔的小镇，苍白憔悴的一张脸，猜猜看咪兔的小镇要扮演什么样的人呢？原来咪兔的小镇扮演的是卖酸梅汤的欧巴桑啊，我们祝福他能够躲过罗密欧的搜索喽。以上两名逃犯就藏匿在地图上所标示的位置，罗密欧会再捕到他们吗？好，没事，恭喜。记者为你揭开卡拉鸡腿堡。
香草啊！我在录影呢。那个算了，给他放进去。双方人马以总统府为起点，目的地是北海岸的野柳女王头。比赛发展至今，侯汉生、贾静雯仍在距离野柳仅仅3公里的翡翠湾，而罗志祥、彭昱文却在遥远的石门寮步步途中。到底侯汉生、贾静雯能不能碰上临门一脚，将他们带往野柳女王头？而罗志祥、彭昱文能不能否极泰来，扭转乾坤呢？少年兵团，你要去哪里？超某完结篇，敬请。到底王柏瑜会变成什么模样嘞？神奇的吉普赛算命女郎蜡像在餐厅昏暗灯光之下，如果不仔细多看一眼，可能就会错过王柏瑜喽。而另外一位藏在7楼的逃犯，就是狡诈的大魔头陈维明。简单的伪装。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幸福的伪装。今天的伪装是什么东西吗？就是要这两个不良少年，脸都绿了。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奇伪装，让陈维明觉得今天会让罗密欧感到脸都绿了呢？
假仙人掌里面，陈为民真的能躲得过罗密欧的搜索吗？以上两名逃犯就藏在地图上所标示的位置，罗密欧会找到他们吗？经过那个背对我们的行，那个背对我们的转过来好不好？麻烦背对我们的轻轻转过来一下。转过来一下。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歹徒？啊，歹徒啊！不是歹徒吗？不是吗？他为人正直吗？打死不出来，好，这招厉害啊！我要找哪一位歹徒？陈为民。搞魂技，搞魂技，搞魂技，搞啊！八卦，你要玩什么？快点搞！十字固定法。来。好了，不然看你们能不能想要这个二啊？好，那你们。好吧。要这个吗？那不是想要吗？进来喽！不行！怎么了？踩到人家脚！给陈为民，我一捅就会。我是想进你的车筐。Hello there. Let me tell your fortune. Hi, 画皮很像，画皮。Your lucky color is. 请给你翻中文吗？哇，拢英文的看我。没有啦，别开玩笑。失败。对不起，那又有了。失败。刷卡的，刷卡的，这么贵，不用刷卡。好笑，电话卡，我真的太佩服我们。电话卡。哎，有，耶，我要飞我的。好，睡一下啊。没啊。哦。哎。哦。还没上呢。还没上呢。没有人会抵挡过我们双奶绝招。没有。看你可以忍多久。哎，能躲过这招没几个人。好，出来。哎，你要瞪我啦！你警官太屌了吧！我好怕他生气，我好怕犯人生气。我会讲吗？会吗？好怕呀！生气哦，我好怕坏人生气。
脸部化妆都极为逼真的电动吉普赛算命女郎伪装，最后仍然难逃法网啊！黄曼玉下次伪装前可能先算个命，卜个卦，看怎样的伪装才能够躲得过罗密欧的搜索喽！这是我抓到的，对，是小猪抓到的，最小奥地利夫，那好丑的酷很，好，找下一个。目前为止，罗密欧顺利地逮捕了六名逃犯，而罗志祥和欧汉声捉拿逃犯的比赛，罗志祥逮捕了三个人犯，略胜欧汉声一人呐。而现在仅剩余的时间不到10分钟了，今夜剩下逃犯头目陈威明依然逍遥法外呀。在有限的时间压力之下，而搜索范围实在广大，罗密欧两人丝毫不敢松懈，生怕遗漏了任何线索而错失逮捕陈为民的机会呀。同时，罗密欧两人现在不仅仅是合作的伙伴，也是竞争的对手啊。因为如果欧汉声没有逮捕到陈为民，那么这一次的搜索行动他就落败，也将和逃犯一起接受处罚。身为少年警探的两人，这种脸是丢不起的。可能伪装藏身的地点，并没有发现陈为民，因此他们决定前往7楼搜索最后一名逃犯陈为民。你是黄色吗？我们在那啥喊声啊？一句话，一句话。罗密欧现在把搜索重点摆在这个恐龙展示区，陈为民在绿色植物的掩护之下，加上自己脸上的保护色，到底能不能死里逃生不被逮捕呢？做个演讲了，好不好？对。野菊花，野菊花，陈为民在你脚下。野菊花，野菊花，陈为民躲在你脚下。没有吗？哪里有？我，我，我哪有？我，哎，长什么呀？哎，哎，这个长出小，小仙人掌了。哦哦哦。野菊花，他的鼻子，他的鼻子，鬼影堆堆堆，大便一大堆，鬼影堆堆堆，你看那样，鬼影堆堆堆，堆堆堆，他的耐力好强哦。喂，空气啊，喂，喂，陈为民，哟呼，哟呼，逃犯先生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了 ，OK， 谢谢大家辛苦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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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家还要领钱，钱。收工了是？哎，对，你被捕了。啊，我被捕了。对，你被捕了。您不是找不到人，最后才解答答案的、啊。没有。好了，来，我们回家了，我们先回家。至少这边走回家。好，你相信自己。靠起来喽，鬼影对对对。靠，太快了啊！人家话没讲完。讲完了吗？讲完了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哈。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，来，这个陈为民是第7位被找到，好，我们继续去找第8位。没有，没有第8位，没有了，就收工了。对呀。哎呀，你要进处罚了，真的吗？
不是刚处罚过了吗？对对对，上庭。大厨，好吧，好，来，我们进去吧，去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跟小猪呢，总共呢，我们得票是你找到三位，三位，我找到三位。好，所以李静呢，要跟我们的老板一起完成终极大惩罚。终极大惩罚，今天惩罚是辣面，这边打两个大字好不好？辣面，耶。现在呢，这个旁边要饮食之外呢，我们女警花呢也要饮食啊。耶。好，开始，来，大家一起开动，我们感谢。师傅赐给我这么棒的辣面，好辣哥！五、六、十、五，果然是条汉子。好，三分飞，了不起了，王建群，你了不起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干得好！来，第二位，十八年以后是一条好汉子，感觉如何？好辣，好辣！来，第三位，吃不出感觉，来，那你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啊，别客气啊。来，文明哥，哇，好辣，好辣，哇，兄弟，我的家的，好辣，我给你比就下面了，哦，好辣，哦，好辣，好辣，好辣，吃一口啊，吃一口，吃一口，我知道你肠胃不好，啊，你哇，吃那么多，汉子，汉子，汉子，快吐出来，快吐出来啊，下，不要下，下，不要下，哎，哎呀，你不要想不开，啊，是我的手。你我吃了，好辣哦！还没吃啊，好辣！我不敢吃啊！兄弟，你今晚要炖汤面呢？耶！老板的贵啊！老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啊，好受不了，要吃饭了，我的饭！好，李静，再一条，再一条，能拍到？嗯嗯嗯！哦哟，哦哟！你把我可乐喝掉，我对，我要吃一口。打一个小姐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啊！啊！十面埋伏，总共有七个人闯关，七个人全部没有过关，两个人就是我跟刘翔成功啦，其他人都失败了。